23场出赛，18又1/3局里面有一次中继成功。那个动作很明显，就是说你球打得很强，我知道。哇，这个球扛到了吗？讲到球打得很强，这一球看起来好像没有要飞出去，这球因为陈真就定位了。这球打在了右外野方向，再度考验右外野手陈真，没问题。不过还有机会，来看第五打席，有机会转出去了，咬得比较扎实哦。哦，足以送幸福了，打出安打了，动作感觉好像会受伤。哦，这个球棒有没有机会呢？在左外方向还在退，还在退，但是看起来蔡佳已经就定位在警戒区的上空，把球给接杀出局，所以让热天在九上的攻势最终留下了一垒的残垒。我们要在4分落后下，九下悍将最后的反扑。